书媛妹妹嘴中的某人是谁啊？嗯，你们两个再打趣我，我可就走了。嗯，好吗好吗，是真的很好吃。奴才参见三位小主。小林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太子殿下要年小主前去御书房一趟。太子殿下可说找我有何事？主子的事儿奴才不便多问，年小主只管跟奴才去一趟便是。那我和宁秀可否相随？这太子殿下并未吩咐奴才。既然太子殿下找的是淑媛妹。